對我嚟講咧，愛情就係緊要嘅，因為係一種好似生活入邊嘅一啲補品。如果呢個世界冇愛情，我相信會係好悶或者好 dry 咯，會係係啊。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拍拖嘅，即係對我自己嚟講。有共同的目標咧，咁一齊去經歷不同的嘢咯。我覺得愛是分享啦。最完美的情人節應該是我會中意啲心有心思嘅嘢，最好去 DIY， 我覺得最好啦，可以令到我開心。其實最主要是俾我感覺到佢重視我咯，無論佢做啲咩。即係只要佢有花個心思落去，我覺得都好好噶啦。女仔咧都中意啲靚嘢嘅，同埋都可能會想收到啲有代表性同埋可以 long lasting 啲嘅嘢啦。咁又可以代表到一啲心意。想表達嘅嘢就係兩個人最好嘅咧，就係可以一齊去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同一個諗法，去一齊 share 咯。咁我覺得愛就係分享，可以去共同有一啲目標，一齊去擁有同一個夢啦。